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Kinda。 今天呢，刚才我们一起参观了一下巴塞罗那小区的泳池设施哈。那介绍一下小区，如果你还不了解的话，这个小区呢位于尔湾的光谱中心附近，属于尔湾的黄金地带。它呢是满分学区，地税呢非常低，只有1.2%左右。物业费呢是200多块钱每个月，它是一个铁门小区。那么它的最新的户型4号和5号户型呢是几个月前刚刚开盘的，目前呢出到第三期，也是巴塞罗那小区的第13期。那么第13期的这几栋房子位置都非常非常的好，而且呢有一些地块非常大的。那么这些好位置好地块的呢是有一个等待名单优先选择的。那么我们说的第13期的地块呢就在我的身后，那它的正对面哈就是Los Olivos， 就是洛斯奥利弗的社区公园。所以说在2楼的主卧呢是可以看到公园的景色的。可是呢好位置好地块的房子只有这么几栋，那它都要先可优先名单来哈。那如果没有机会选到这一边呢，我们会挪到下一期第14期，也就是第4期，那么是另一边。那么这一边呢也有几栋非常非常好的，占地超级大的，目测有5-6千尺的占地。那么4号和5号户型呢，5号户型的数字比较少一些。那我现在正在看我手上它的小区地图哈，我也会放在屏幕上，那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看。现在第13期出的呢是87到94号，只有87和94呢是5号户型了。那可以想到这两块地呢是会有很多很多人抢的。那另外88到91呢是4号户型的，虽然说它的户型小一些，可是这几栋呢它的后面都是没有邻居的，它的隐私性是更加好的。那么88到90呢它是可以看到小区泳池的景色的，91到93是可以看到社区公园的，所以都是各有优势吧。那如果这一期没有抢到呢，接下来那几期呢，比如说83、84、79还有78这几块都是占地超级大且是把边的，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景色的。那怎么样去排队呢？排队的话只需要有您的 ID 加上贷款预批和资金证明即可，不需要放任何的押金即可排队。那么排上队之后呢就可以优先选房，每次有新的 release 呢您都可以优先选择。所以如果说有这样服务的话，可以联系 Mina 帮您排队拿房哦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今天非常简短的视频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